只会画圆形的衣领。今天教你九种不一样的衣领画法，看看这九种衣领你认识几种，有都认识的同学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。勾出大概轮廓，然后就可以加一点装饰。学会画这些衣领以后，就再也不用只画圆形的衣领了。学会了不要忘记点赞跟关注。